哎，拜托这个司法大臣林大臣来处理。各位同心哈，各位前辈哈，大家好，我是司法大臣林炳信。首先哈，我因为今日是2001年的忘年会哈，咱今年对迄个抗美案迄个2006年的迄个转变哈，甲今年3月23日哦，开始谈这个咱桃园遮哈做组织哈，今年是第一届的忘年会哈，所以我爱。首先，来感谢吼，咱有一个啊做台湾的偷渡客吼，爱偷渡回来台湾吼，大家爱向伊感谢，就是咱的秘书长哈。这个抗美案这个案件啦吼，我爱甲各位讲吼，一开始在抗共的时阵吼，还未美国还未受理的时阵吼，台湾有足侪声音拢走出来，国民党、民进党。都联名吼，啊，足侪南北社的一挂成败吼，台湾省的成败，甚至咱台湾的一挂成败吼，拢讲咱台湾人就是台湾人，哪有可能去予美国会受理嘞？美国也无咱台湾的司法管辖权嘞。结果咱的抗美案唔呐受理，而且佫宣判，而且即摆佫去你到最高法院。安尼，咱台湾有美国的有受美国的迄个司法所管制无？绝对是有哦。所以咱袂记哩，今日吼，我都。行到咱民政府吼，我都踏出这第一步吼，第一个感谢就是咱何老师啊，甲迄个啊做咱的迄个咱台湾民政府第一个啊做迄个偷渡犯啦吼，偷渡犯啦。咱的转变吼，甲啊做足济，其实咱伫背后吼做足济工课吼，因为受到因咱的后壁的组织是 USMG 吼，所以真济工课咱拢袂当去讲手工劳啦吼。我简单甲各位讲啊吼，其实足侪工课拢是因为咱民政府的组织，吼啊推动吼咱台湾吼，我都诶一步一步吼，迄个互美国引入来吼。可比讲咱啊做2009年的时阵，88水灾吼，咱就知影 USMG 对迄个啊做啊做中华民国啊流亡政府甲啊做美国断交了后吼，因都足罕吼，足对咱台湾的迄个啊做迄个管制啊都。渐渐都甲崩溃啦吼，无袂讲真迄个啊做公民政体安尼伫插咱个代志吼，结果到2009年，就是因为那抗美案吼，所以互美国个 USMG 吼袂当阁忽视，袂当阁忽视着讲咱台湾吼是伊个责任个地区吼，所以因就阁派兵过来甲咱救灾，互咱台湾人相信迄个啊做台南州甲高雄州吼，啊伊话当作吼，咱这三个州吼。迄个伫咧八八水灾的时阵，受到真侪苦难吼，所以咱真侪拢会感受着讲吼，美国已经阁重新再打回来咱台湾，哦，即个必来各位所讲的吼，啊，阁来就是咱啊做去年的6月30日，吼，迄个车轮牌啊做迄个一挂伊的军事设施的迄个啊做伊的 logo 吼，甲伊涂销吼，甲今年的7月初进前吼，还一档时间吼，涂销吼。即足侪人拢讲是伊个德政啦吼，我卖讲我因要打选举啊，我实袂爱甲伊讲过啦吼。拢讲是伊个德政啦，其实毋是啦吼，是美国所下命令个啦吼。因为伊知影，只要佮予咱台湾人吼，迄、个流氓政府若佮谈只继续咧运作吼，伊迄个军队若无甲迄个落个涂销吼，等于就是非法啦吼。啊，咱有人会佮佮告啦吼。啊，即摆美国足惊咱佮告，所以咱谈迄个今年七月初伊个时阵，咱甲看迄个足侪基地吼，佮包括迄个啊做咱有佮找一挂网军的朋友啊，包括田中大将吼，咱两个去啊做一个迄个认证吼，足侪所在拢已经拢涂销去啊吼，这其实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吼，无后淡仔一步一步伫甲伊推动的吼，啊，佮来讲到这个转型正义吼，这是咱一定爱做的啦吼，啊，我谈遮吼，因为咱即摆目前迄、那个建制吼，咱即个去日本吼，就是要去甲天皇讨主权吼，因为咱的主权，咱的主体权就来自于主权，啊主权伫咧主权者是阮迄个天皇的手底啦吼，啊美国伊嘛捌讲吼，美国伊并无拥有台湾的主权吼，美国是，啊中华美国嘛无主权吼，即最近刘珊珊的案件吼，大家拢知影吼，其实美国的司法。系统吼，对1959年吼，都足侪案例咧甲咱讲啊吼，只是遐案例拢唔敢传达互咱台湾知吼，啊咱借由迄个做抗美案吼，啊加迄个加一挂迄个佐证相关的一挂收集吼，拢甲伊收集当来台湾遮吼，互咱的台湾人知影讲，
其实中华民国伊无主权，足久个啊吼，伊伫咧一伫咧民国三十八年，就是1949年个时阵，因就已经亡国啊吼，已经是一个亡国，一个流亡者。啊，咱台湾人今仔日若阁继续去抱着迄个流亡政府个新主牌啊吼，咱嘛是无国籍啦吼，咱个国籍，咱其他台湾人个国籍，甲即卖无去全世界所承认，都是因为咱去冒一个已经死亡个中华民国政府吼，啊，所以全世界不敢承认。啊，咱今仔日台湾民政府吼，发今仔日要开始发迄个身份证吼，即都是真大个意义吼，予咱个所有个人吼，对啊做对头开始啊。咱虽然一千分啊，行到足辛苦个吼，啊秘书长吼，即啊也做咱个总理吼，大家拢推动到真辛苦吼。咱甲发出去，咱会当落去甲验证吼。一开始咱是免 interview 啦吼，啊，过来就是咧咧要做要求美国迄边一步一步行。咱即届去日本吼，有真大个意义吼。日本有两个管制哨吼，因为迄个伫超新区个全部拢个超新区。因迄边吼，咱即届去有黑人、毛白人，有各国个人，百几国个人吼，拢有去参加，敢会当举一支旗啊？迄叫做日之丸，就是因个日本国旗。啊，第二支旗啊，就是台湾民政府个旗啊，表示讲天皇对咱个承认，安尼。啊，咱今仔日就是，咱今仔日来摕到这个认证了后吼，因为咱当初是美国有交予咱两张相片，过来咱来甲这个申告吼，向透过 USNG 吼，咱 USNG 进前嘛已经有咱有派代表去甲因有取得那个正式的管道了吼，有甲伊交涉过啊。所以咱来阁甲这个申告吼，向咱的也做美国的也做最高的领袖吼，哎呀，甲伊报告讲，阮已经对主权遐已经摕到主地权的许可啊，啊，即马啊阁一个。就是因美国的啊做占领权，伊也同意咱来开始来进行。啊，即咱爱感谢迄个啊做咱所有的同心啦吼，大家真努力啊，大家真唔惊死啦吼，大家拢敢打出来摕这身份的啊做迄个身份证吼，哎，甲大家迄个拍一下，咱大家跟大家鼓励一下哈，感谢大家。多谢咱的司法大臣林大臣刷入去吼。啊，真特别！要来请咱的首席国务委员兼未来台湾总统何瑞元 Richard Husser， 大家热烈掌声，大家鼓励，大家欢迎何瑞元。因太太原来是咱台湾人，伊伫啊，你甲大家人打招呼，何瑞元太太，这何瑞元太太啊。哦伊是正港台湾人，台中人，吼、哦，啊何瑞元吼、哦，非常的拍拼，啊，咱来请来甲咱讲一挂话，谢谢。大家早安。好。哇，很高兴看到今天可以这么多人来，没想到我是一步一步的游览车，还有私人轿车就一直开进来，这个令我们很高兴。也有很多新的面孔，他们可以多多了解我们现在民政府所做的事情，这个也很重要。他们回去也可以看我们网站，看我们的文宣，也可以一直传这个消息给他们的朋友。我们最近我们到日本去啊，我们第一天一到都去靖国神社去彩排。我跟大家一起走过去，第二天我们正式都进去，然后我们那个里面，我们每个地方都参观过。其实那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参观的，那个我们从一个月前，我们四个人先去跟他们去沟通，然后。我们有日本一些代表，民政府的代表进一步跟靖国神社去协商，我们花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慢慢跟他们协商，因为他们既然要进去要拜这些英灵，当然这个本身你跟日本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就是跟大家一起，就是我那个时候戴个帽子，稍微遮住一下脸，这样。
那我就是一起有走进去。啊，你知道吗？我们早上8:30进去，我们几点离开那个金国神社？下午3:30。我们7个小时都在那个里面，然后他们在办一个仪式。那我们几个日本朋友跟我们讲说，他的那个仪式也是非常的隆重，然后那个他们的人员出来啊，就穿着那个衣服，然后做各种动作，因为他们特别强调，翻身人进来做这样一个仪式，都是跟日本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都会把我的围巾啊什么稍微拉高一点这样。让我眼镜稍微拉下来。那我们这个7个多小时出来以后，就像我们刚刚那个吴州长说的，其实马上就有好几位原住民就说：“哇，我可以充分的感觉到，我们根本我们祖先是日本人，我们根本我们血液流的是这个日本的血统，我们都是日本人。”啊，那么你喊出来说，你们大家感到了没有？我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在游览车里面说，我们都是日本人，对不对？啊，这个时候我就坐低一点，这样我就多在那个后面这样。所以，因为我不要破坏大家的那种气氛，对不对？不要破坏这个气氛。我插一句话好吗？啊，是。你美国那些在靖国神社的都是美国人造成的，所以他帽子要戴很低啦。对啊，对啊，这个，因为每次看到那个，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影片，那个白色旗子，那个中间那个红心，然后美国旗子好像有一种敌对的状态，有没有？我就感觉到这个，但是后来我经过这么一天，然后我出来以后。他们有人就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知道吗？历史上，日本的历史上，你可能是第一位白皮肤的，有进入那个靖国神社，啊，然后做了全套的仪式，然后拜这个英灵。哎，我那个时候就站高一点，就感觉哎，对对，我非常了不起，这个不简单了。”就问他们说：“哎，那个《近世纪录传书》有什么地方可以申请？我要马上去申请。历史上第一位。”那接下来在日本，我们2-3天，我就问那个导游，还有随团那些台侨，还有问很多很多。我说：“你想有没有白人去做这整套的仪式？”他说：“日本有历史以来是不可能的。”哇，那不得了！所以总归一句话哈，我非常的感谢，这个民政府给我这个机会哈，到日本去创这个历史的记录哈，将来我们也会好好的培养我们跟日本官员还有跟日本社会人士各方面的友好关系啊。那今年我们几个大的目标，我们要发这个身份证，那。希望大家不要太急躁哈，不要马上拿到这个身份证，明天就马上去旅行社然后买个机票。上一次有好几位就马上去买机票，这个不要这么紧张啊！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协商要跟美国官员要沟通，说这个使用和种种可能会签一个备忘录，而且现在。这几天从圣诞节到现在，这个老美都在放假，所以我们也不能跟他们就积极去谈什么，要这个新年过后，我们才能跟他们进一步谈这个备忘录的这个内容种种啊。还有第二，我们也是想跟老美提出一些报告，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就是说，因为元月中旬有这个选举，其实我们知道很多这个选举本身，它是有一些不公不义的行为在后面，他们都在拉拢人家，就是说，其实用各种经济手段或是各种手段来强迫人家一定要投那个国民党，所以
像也应该把这一类的消息也让美国知道的，因为美国其实你要想，老美他是很单纯的，他跑到非洲去看那个当地选举，他就是看你进入那个投票所有没有人拿着枪拿着刀面对你的头说，哦，你一定要投这边，他就是看这个而已呀，对不对？他没有看后面你整个社会结构，对不对？你怎么社会的一个问题是他的那个整个组织，你说像台湾军公教，那军公教万一我没有我的18%，我怎么活，对不对？所以这样有一种变相买票嘛，对不对？这种所有的问题美国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消息让他们去了解啊，希望他们了解唯一的方法让台湾走一个民主的未来，就是让台湾民政府全面执政，这是唯一的方法。那这个国民党跟他的人可以回到金门马祖，然后好好的过他的日子。所以我们希望今年看到这个目标的实现。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哈，我原来要介绍一位咱的内阁哈，内阁的长官啊，等于是作为内阁的头啊，伫民生监管各个